你好，可以听到吗？可以可以。咱们稍微等一下其他人啊。好的好的。Hello，咱们3分钟以后开始啊，咱们再等他们2分钟，两三分钟，咱们就开始。好的，好的。他们如果不进来就，咱们就开始就好了啊。好好好。
大家现在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到吗？可以可以。咱们就不等他们了啊，因为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情况啊。然后咱们上节课因为一点原因，然后大家听到是我讲到哪一块了呢？是 animation 吗？animation 的 out 应该。哎，好，那咱们就从 animation 然后重说一下，好吧，咱们重新说一下，然后咱们接着讲啊。然后呢，上次应该是这个网络的原因啊，不好意思啊，实在不好意思，咱们这节课接着说。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可以可以。可以是吧？好，如果有一旦有什么那个问题，咱们赶紧群里说，好不好？别和上次一样啊。嗯，好。嗯，来，我们看，我们上次说到这个第一个 edit 对吧 ？edit 里面的 animation， 然后我们从这儿继续说一下 animation 呢。进来之后，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动画啊，动画的效果。我们进来之后 in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然后之后我再跟大家从这儿的再说一下。它这个又是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进入的这样的这个，大家看啊，它这个就是我建议啊，我建议大家这个可以去做一些，这个电子相册，对，照片的电子相册，用这个，特效就特别好看啊，用这个特效就特别好看，然后包括 out 对吧？这个我也不多说了，它里面这个就是有很多官方为我们设定好的啊，设定好的这样子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画幅，哎，我们就可以往里添加。如果，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有一会儿有人要进来的话，大家提醒一下我啊，因为我这里它不显示啊。然后呢，第三个这个是组合动画，哎，组合动画呢，其实，哎，你看大家看，这里官方还出了两个新的这样子啊。你看，大家是不是想象一下，这个其实就是做电子相册呀，这种加个音乐对吧？做个电子相册，这个效果比较好啊。然后后面这个里面有 3D 的，这里的要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个 3D 的它这个轨迹呢，我们自己不可以去变啊，它变不了，因为它这就是固定的一个模板，所以说我们就是喜欢哪个我们选择哪个就可以了。这是说的三个动画。然后呢，如果大家想要把这个动画给去掉，比如说大家加了一个 in 或者 out 一个这个组合的对吧，我们想要去哪个，就是把哪个这个特效去掉，我们就要进去哪个。然后比如刚才这个组合动画对吧，我进去之后滑到最左边，哎，有个这样子一个删除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功能按键，哎，我们点一下这个就删掉了啊，就把这个功能删掉了，然后点对勾保存退出就可以了啊。这是 animation。 然后 delete 呢，这个我就不用说了吧， delete 就是个删除嘛对吧， delete 删除就可以了啊，这个我就不说了。然后再往后呢，这个 transform 是干啥的呢？这个是一个裁剪的功能。来，我们点进来看一下啊， transform 第一个呢是这个镜像啊。镜像什么意思呀？我点一下大家看一下啊，看我的画面，哎，是不是就是一个和镜子一样是吧，它这个功能就相当于一个镜子一样，给你把整个这个画面，哎，调了个度对吧，镜面的效果是吧。大家看一开始对吧，是这样子的，哎，一开始这样子的，来，哎，镜面一下，这样子，对吧？很简单啊，这个就是看大家需要不需要这样子的功能。好，然后我们再往后看 ，transform 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比如大家拍出来的这个视频，哎，你导进来那个软件里面，它是这个样子的，对吧？然后我们就可以点进这个 transform 里面的这个啊，第二个就可以进行一个调整。哎，调整到大家想要的这样子一个位置啊，就是个旋转的功能。来，我们看最后一个，第三个 crop 对吧，这个是干嘛的呢？这个大家记住啊，这个是大家让大家把这个画面进行裁剪的一个功能。比如你看啊，比如这个右下角对吧，右边的下面的这一部分大家不想要，哎，大家就可以去删掉。这里怎么删呢啊，还是就是一个手指头点住这个小三角，对，点住这个小三角就可以去进行一个这个删除，不是删除，就可以进行一个这个画面的调整啊，画面的调整。然后当然了，我们也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也可以，它这是官方设定的9:16对吧，3:41:14:316:9这个大家都可以去选择啊，选择好之后大家看它就会变了样子对吧，它就会给大家裁好。一般这个是很少用的啊，除非大家说嗯，就是啊我需要特别要想删一部分的内容，比如这个拍到了这个不该拍的内容对吧，就这样说一下啊，然后我就要把这点卡掉，大家都可以实现啊，就一个手指头就可以了，大家操作一下啊。然后呢划到一个部分，哎比如怎么办，你还想调别的位置怎么办，我们就可以看左边右边下面对吧，都可以去选啊，底下也可以，每个角都可以去选择啊，这个就是我们很简单的一个裁剪功能。然后呢我们再往后走，这个是我们 transform 对吧，再往后走是 mask， 这个是我非常要推荐的一个功能啊，非常推荐的一个功能。来我们看一下，因为这个呢它属于一个比较，在这个软件里面属于一个比较高，就是高级一点的功能啊，高级一点的功能。我们进来这个 mask 看啊，它最左边这个我也不说了吧，那这个就是删除这些效果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对吧，每个删除都是这样去删除的。来我们看第一个啊 split 对吧，这是干嘛的呢，这个是线性的蒙版啊，线性的蒙版。它这个蒙版是个什么原理啊，就是大家看底下黑的这一部分啊，它其实不是黑了，它是透明的效果啊，它只是把它这个就是看这条线的上半部分它给保留，下半部分就是给你隐藏掉，是个透明的功能。所以说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如果你底下这个是透明的，我可不可以往底下换个背景对吧，当然可以了啊，这个功能就是为了去换背景的啊，大家记一下。然后呢就是一个手指头，同样的啊，一个手指头可以去调这个位置，一个手指头可以去调这个位置啊，你这个位置蒙版你想蒙到哪一部分你就可以去调位置。然后呢两个手指头就是可以去旋转，大家试一下看，旋转过来180度对吧，这样就把上半部分给隐藏掉，下半部分给出来对吧，大家看一下啊，下半部分就会出来，上半部分会隐藏掉啊。然后呢这个具体的是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然后呢咱们有一节课如果这节课还有时间的话，一会儿给大家就示范一下这个蒙版的功能啊。好，这是我们的线性蒙版啊，就是隐藏一部分，隐藏的就是一半的一半啊，显示一半隐藏一半对吧，哎，然后底下是这个透明的啊，它不是黑色的，它是透明的对。然后这儿呢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小白点，小白点是干嘛的呢，大家看一下啊，它是个羽化功能，调羽化的功能，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一下，别出去之后大家又说哎，出来之后找不见羽化的这个按键在哪儿呢，其实它这个按键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的蒙版里面 mask 里面啊，在这里面，然后我们放好位置，调一点点的这个羽化值，哎，希望就是这个是建议大家每次都去调一点点啊，这个能更好的和背景去融合对。然后呢我们再看后面这个啊，后面这个是两条线，大家可以看到吧，两条线，它和第一个不一样的呢，就是第一个是保留的是上面一部分对吧，是吧，隐藏的是下面一部分，但这个呢它是两条线，它就是保存的是你这两条线中间的内容，这样说的很明白了吧，它给大家保存的是中间的这一部分内容，哎对对。然后同样的一个手指头可以进行位置的移动，两个手指头可以把它拉伸对放大是吧，范围扩大缩小都可以，然后还可以去旋转啊，还可以去旋转对，大家看一下啊，这第二个。然后第三个，这个这后面的几个我就不多说了啊，后面的这一个是圆形的对吧，然后它这两个有除了羽化值它有两个这样子的箭头对吧，一个就是拉宽一个是拉长啊，很简单啊对，看拉宽拉长这个玩意儿，给大家看几个案例大家就知道这些是干嘛的了啊，虽然很理解大家第一次听这个，有的人第一次听这个啊，所以说有些不清楚啊，这个完了给大家详细的去咱们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视频的，它可以去做视频魔法，魔法视频魔术这样的啊，咱们完了去试一下做一个，大家一起做一个啊。再往后这个是矩形对吧，矩形的同样的啊，一样的拉长对吧，哎，这是羽化的功能对。好，再往后一个心形，
一个三角形，一个五星，一个星星这样子的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好，这个是我们的 Mask 这个蒙版的功能。如果大家对这一块就是有一些疑问，哎，说你这个具体能干嘛？大家先别着急，先给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这个功能啊。完了，我们进行实际性的这个应用，这个功能的应用啊。来，我们再往后走，我们可以看一下 Mask 旁边这个是咋地念的？这个我也不会念啊，大家理解一下。就右边这个，Chromakey 吧，这是对吧？然后这个是干嘛的呢？这个是色度抠图啊。稍等一下，哎，正好出来了，你看，大家看啊，这个是不是我刚才保留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蒙版？哎，我想删掉怎么办？这儿看一下啊，大家再看一下，咱们走一遍，点 mask 对吧？然后滑到最左边，点这个就可以了。这是不是我们就把功能取消了？是吧？好，这儿我给大家说一下，等一下啊，大家看一下最下边这个我给忽略掉了，不好意思，这个invert 什么？这个是干嘛呢？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反转啊。什么是反转？你看，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个功能很简单，就是说，比如现在这个吧，是保留的下面，上面对吧？给下面给隐藏掉了。这个功能 invert 左下角这个，大家看一下，点一下，它就给你进行了一个和那个镜面一样啊，让你另一个部分展现出来。比如这个，大家看啊，哎，这个就很明显了，对吧？它展现的就是我们这两条线中间框的外部的地方，对吧？我们看一下，是吧？哎，比如这个圆圈，哎，对吧？相当于一个这个反转的功能啊。对，很简单。好，我们先去掉。再往后走呢，右边的这个是干嘛？这个就特别，这个也要给大家就是去详细的说一下。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了解不了解拍电影的时候这个绿幕呀？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啊，拍电影的时候这个绿幕，为什么要给大家说绿幕呢？这个其实就是因为像现在很多这个电视台呀，对吧？还有很多拍电影，然后他们去加这样子的特效，对吧？他们去加这样子的特效，然后他们都会用到这个抠图。什么是抠图？就是拿一块绿色的布当做他们的这个背景，然后呢，在这块绿布上面进行这个电影的拍摄，对吧？各种动作，然后做完之后呢，他们会在这个视频里面，会在这个电脑上面，对吧？专业的电脑上面会把这个绿色的这个背景给抠掉，把绿色的背景给抠掉，然后呢，他们会替换其他的这样的背景，比如3D 的这种太空呀，对吧？比如这个变形金刚那些都是这样做出来的啊。好。比如我这里就给大家说一下，然后这个呢是纯色抠图，它不一定只能抠绿色的啊。这我之前给其他人说过，就是说它能实现什么功能，很简单，就是背景替换背景这样子一个功能啊。这个完了也会给大家演示一下，然后我们看一下啊怎么使用呢。就是我们进来啊，我们进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圈，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圈选到我们的背景上面，看这个背景，比如是白色的，对吧？好，这第一步选好之后，大家看这个圈里面，这个圈里面啊，它就是你看这样就是手的颜色，对吧？这样呢就是我们圈里面的颜，这个墙的颜色啊，白色。第二步我们干嘛呢？我们要就相当于是把这个颜色给吸出来，哎，把这个颜色给吸掉。来，我们看一下，这我们第二个就是 intensity， 对吧？我们干嘛来？看这个 rest 啊，我会往上调。哎，大家可以看到很明白，对吧？我就把这个白色的墙给抠掉了，因为它这个墙不是特别的纯啊，所以为什么叫纯色抠图，对吧？所以我们这个背景一定要特别干净啊。来，我们看一下，抠一点点，对，它就相当于替换了一个这样子的背景。然后呢，这个后续会给大家再去讲到一点，就是说，你可以往后面加各种的这个背景，比如是一个视频也好，比如是一个照片也好啊，都可以替换。或这个是 intensity 对吧？我们就可以调它这个值，啊，调它这个值。后面这个是干嘛呢？这个其实和羽化功能是一样的啊，和羽化功能是一样的。它是调一点点阴影值，比如大家看，我调好了之后，先调一点点。你看，因为这个猫是不是脸上也有白色，所以它就把白色全抠掉了啊。对，然后调一点点阴影值，阴影值其实看的变化不是特别大啊。
它就是也是起到了一个和背景融合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啊，大家这里想记清楚一下，了解一下啊。同样的，大家要去把这个功能删掉怎么办？同样的，我们进来之后调一下就可以了，把它调成零就可以了啊，把 rest 调成零就可以了。好，再往后大家看这个有一个按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这个 overlay， 这个大家知道是干嘛的吗？这个其实运用到我们这个画中画的功能。这个呢，所以现在不给大家去讲啊，因为它是黑色的，我们还没讲到那一块，大家理解一下啊。到时候我们讲到那个画中画的功能的时候，我会跟大家再把这个 overlay 带一下，让大家知道这个 overlay 是干嘛的啊。然后我们先往后走，来，我们先往后走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后面这个功能，这个是干嘛的呢？我们点一下，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替换素材的一个功能，替换素材的一个功能啊。replace 对吧？我们看一下啊，比如我们这段素材我想进行一个替换，那么我们先选中是吧，选中之后有个白框，这个大家应该记得吧，有个白色的框。然后呢，比如这个我想换这段素材啊，来，我想换这段素材。好，我找见这个 replace 对吧，我们去替换，比如这个花。好，我们替换是吧，它很简单，大家看这个位置对吧，这个位置它就换成了这个另一个画面，很简单啊，这个我就不过多去强调。对，然后还有一种替换素材是什么方法呢，就是我们点这个加号，我们选好一个素材进来，比如看啊，这是另一个方法，我们选好素材进来，哎，很简单，就是把这段素材我们删掉放这段素材是吧，很简单。然后呢，不好意思啊，这闪了一个电话。啊，比如这段素材啊，这就是我替换的，这两种方法啊，给大家说一下。然后呢，我们再往后走，来看一下这个 filters 啊，这个是干嘛的呢？这个其实就是加一个滤镜啊。这个很多小朋友们在就是觉得自己拍的这个视频是吧不好看，色调不一致，我们这就可以加各种颜色。这个是全是官方给的啊，各种各样的滤镜，这个我就不挨个去说了啊，大家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大家就记住这个 filters 里面是加滤镜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每一个滤镜它这里都可以调这个滤镜的值，比如这个红色的吧，看，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调这个滤镜的值。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这个滑动的位置吧，从0到100，哎，这就是我们这个滤镜的值。一般我们滤镜稍微低一点点，哎，效果比较好啊，效果比较好。然后呢，左边这个应用到所有，就是这个最左边这个相当于是个三个小饼干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功能啊，这不是这个图形，我们点一下它会出现一个这样子的字样。然后呢，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这个素材，在这个视频轨上的这个素材都会加上这个滤镜啊，就这么个意思。好，比如我们看一下对吧 filters， 来，我们再往后走，滤镜完了之后，它这里有个 adjust， 这个是干嘛的啊？这就是相当于，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用没有用过那个一些这个专业的这样子的一个调图软件啊，是吧，这种的。我们看一下啊， adjust 的是吧，进来第一个是调曝光的，很简单呀，就是比如大家拍的时候颜色比较暗是吧，颜色比较暗，这咱们就可以进来这个地方，这小太阳就是调曝光的，我给大家换一个滤镜，大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啊。我这里是同样的啊，删掉大家看一下，就是点第一个这个原始就可以了。好，原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曝光，你看比如大家拍的暗了对吧，我就可以去调的亮一点，如果大家拍的亮了，大家就可以调的暗一点啊。对，这是我们调曝光，然后这里可以去拉伸一下。这个说实话具体的是能调哪些东西呢，这个比如是调阴影的对吧，然后后面这个我觉得大家在苹果手机上那个自带的那个修图的那个里面都有这些东西啊，我们都可以去选。比如再给大家选，这是色温对吧，暖色调冷色调对吧，这大家都可以去调一下啊，去滑一下，大家看一下是吧，去感受一下这个东西比较空，我说的话呢就是没有大家自己去这样滑一滑找一找这样的效果好啊，所以大家去滑一滑看一看啊。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调这个
专业调这个视频或者是照片的一个功能啊 ，Adjust。再往后走，这个是干嘛的呢？这个就是透明度的一个选择啊，大家这个一般用不到。看，越低它透明度就越低啊，对吧？透明度，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再往后，这个 Beauty， 哎，重点来了，这是干嘛的？比如我们女孩子嘛，对吧？哎，在拍的时候比较喜欢这个，白一点儿，对吧？大家看这个地方就是，大家试一下，这是一只猫，大家试一下，去感受一下。这个就是给大家，它这个功能很少啊，它就一个功能，就是给大家去磨个皮，对吧？给脸磨一下皮，让大家更白一点，是吧？就相当于一个这种修瑕的一个东西啊。好，就给大家选一下。同样的，这里这个后面这个也是应用到所有 Every 的图二，是吧？这是应用到所有。好，我们再往后看啊，这个完了，这个完了啊，这个 Beauty 完了，就是很简单，就是给大家，比如大家素颜拍了一个这样子的视频，对吧？大家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是吧？稍微调一调值就可以了。再往后看啊。Wells FX 它对吧？这是干嘛的？我念的肯定不标准啊！大家看一下啊。哎，大家知道这个是干嘛的吗？它这个没音啊，我给大家找一段这个有音的。吃什么呢？哎，我在这我想问问你啊，在你无聊的时候想吃点什么？稍等一下啊，我给大家调的声音大一点。我们又来。来，大家听一下啊，这个是主要是调音的。我们要来了，你听到吗？那今天我们吃什么呢？哎，我在这，我想问问你啊。我们又来了，可以是吧？这个其实大家听到了吗？就是我们有一些很有趣的这样子的变声的效果啊，变声的效果。我因为它这个素材应该声音小，大家听一下。我们要来了，我们要来了，对吧？我们又来了，看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变声的功能啊，变声的功能。大家就是想做一些搞笑呀，对吧？很有意思的这样子一个解说，比如咱们拍了段视频，咱们说，哎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在哪哪哪，对吧？大家就可以来这里面选一些这样子的。我们又来了，那今天我们吃什么呢？我们又来了，对吧？有很多种啊，这里也是，大家喜欢什么，就是想用这样子的功能，就在这里面找啊。图案的最左边这个是，我们又来了，对吧？还原，好。再往后走是这个 copy 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复制啊，复制粘贴。大家看，比如这个视频对吧？我点一下，对吧？完完全全两条一样的视频，它就会给大家粘贴上去啊。好，再往后呢是什么？我再看一下啊，就是我们的复制粘贴 copy。哎，这个 reverse 对吧？这是干嘛的？这个也很有意思啊，这是倒放的功能。来，比如我们这个猫，对吧？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点这个倒放的功能。点一下，看这儿它会出现一个数值，哎，100%的时候就会倒放。看，这应该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大家给大家找一个能看得清楚的，再来一个视频。很简单，比如这个视频，大家稍等一下啊，给大家找一个能看得清楚的，哎，比如这个吧。这个应该看得特别明显啊！来，大家看啊，这个视频给大家用一下倒放的功能。这个，也是可以做一些视频魔术的啊，可以做视频魔术的。看，我倒放一下，看，就是这样子一个功能啊。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一个我们前两天做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视频啊。大家稍等一下，给大家找个视频来。先给大家开个这个，哎，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相机吗？可以看到吗？可以，看到我，大家看啊，这就是用倒放做的啊，倒放做的。大家稍等一下啊。是吧？这就是运用了倒放，这是很简单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呀，做一些这些，有意思的视频，像那个视频，它没有添加各种那个，特效啊，它只是就是加了一个倒放，在拍的时候呢，就是把那个花
哎，从那个上面拽下来，倒放一下，是不是就从土里长，就是像那种从土里就上去了，对吧？长上去了，很简单啊，这就是倒放。再往后看啊，我看还有什么？再往后看有个这个 phrase， 这是干嘛的呢？这个是一个这个定格的啊，什么是定格？比如我们到了这个位置上，哎，你想定了这张照片，对吧？在这个视频里面定出来这张照片，我们点一下这个 phrase， 大家看一下啊。哎，我点一下，你看，大家看，是不是我这个位置自动的就给我保留，就是生成了一张三秒的这个照片，对吧？自动就为我看，是吧？哎，对，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 phrase， 就是一个定格的功能，对。给大家就是做一张这个最后一帧，最后一帧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看我这个白色的这个线了吧，白色的这个线啊，最后一帧，然后做一张这个三秒钟的照片，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好。咱们就是讲到这个 edit， 这就是所有的功能，大家有没有什么想问的呢？就这里面还有哪些功能不懂的呢？有吗？是咱们第一个功能。哦，我有一个问题。好，您说。就是如果它分割，把一个视频分割成几个小视频的话，然后如果加特效，那是不是就是说相当于在那个小的视频，各个小的视频里加特效，对吗？就比如说 animation 的出场和入场，那是在小分割被分割的小视频里出场和出场，是吗？哎，对，是的，没有错。哦，大家演，看我分割两个，对吧？哦，对，分割好之后，来我往里添加这个动画，对吧？我随便添加了啊，大家看一下，你看一下这个效果，你看。等他啊，他下好，你看见了没？他这个就是给自己这个他这个独立的这个一小段，我们裁好的这一段加的这个特效，你看一下，对吧？我们还可以往后加，他就是往这个视频里面，对吧？很清楚，看，不是两段都加了。哦，对，所以可以试一下啊。那我分割完了之后，我又不想分割，我让它成一个整体，这怎么去掉分割呢？嗯，稍等一下啊，我找你微信。好，您的意思是就是您又不想分割了，对吧？不想分割了。哎，那这样，您这个要第一个是点左边这个，但您可以看到这个亮的一个向左拐的这个东西吗？哦，可以。撤销，这是撤销。嗯，对，撤销啊，就看。啊，就是撤销所有的特效。都可以它会，对它所有的这个特效呀，或者是上一步你点错了，上一步它都可以撤销，就这个向左的这样一个这个啊，就是撤销，后面那个是还原上一步，对。好。嗯，你可以试一下啊。那这个 edit 里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应该很简单吧，大家应该就是吧，但是它就是功能比较多一点啊。好。没有问题，我们在这节课再说一下后面的这个，ADO 啊，这个 ADO 这个给大家再简单的说一下。嗯，我们点开，哎，大家就是第二个啊，最下面的这个第二个。好，最左边这个是干嘛的呢？这个是我们点一下啊，最左边这个是官方给我们提供的一些音乐，大家听一下。对。是官方给的一些音乐，你看，后面没有啊？这个是官方给的，还有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类型的这样子的音乐，大家可以选择。比如这个，我们点击看这个绿色的加号就可以了啊，点击这个加号，看它就会自动的到我们的这个轨道上。然后呢，我们怎样把这个音乐和我们的视频对齐呢？就是我们点住这段音乐，看见了吗？它变黑了吧？一个手指头点住，长摁住。然后我们往左滑往右滑就可以放到我们想要的位置上。哎，对，我们看一下啊。对吧？好，这个是我们官方给的这个添加音乐的方法。第二个添加的方法是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哎，大家可以看到吧，初始页面这底下有个这个新建这个 add audio， 对吧？我们点这个加号，就音轨上。我们点这个加号，看同样的啊，是一样的，我们来选择就可以了。好，右边这个是一些这个音效，大家听一下啊。对吧，就是那种综艺里面有很多综艺的那种的，大家可以听一下。各种各样的啊。
然后同样的我们要选择去点这个加号，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第一节课给大家强调的一点，还有第二节课强调的，就是我们这个CapCut 呢，它是这个轨道制度啊。比如我给大家就是很明显的操作一下，实验一下，大家看啊，哎，出来之后你是不是找不到你刚才的那个音效了，对吧？你找不见你的音效了，对吧？但是确实是加上了，大家听一下，对吧？确实是加上了，那怎么又去找呢？这儿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所有的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功能，比如是你又添加了你的音效也好呀，是你添加了有一些动画也好呀，怎么去找呢？就是我们要找到它这个所在的大框架里面。什么是大框架啊？比如刚才咱那个是音效，对吧？它在哪儿呢？它在我们的 IDEO 里面，对吧？那我们点开 IDEO， 哎，你看它是不是就出来了这个自己的轨道，是吧？它的这一块轨道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个拉长，不是拉长，就是位置的这个变动。同样的啊，是一个手点住它变黑，然后你就可以去把它移动到你想要的位置上面啊，很方便啊。删除怎么删除呢？再选中一下这个刚才你这个音效，然后我们点这个 delete 就可以了啊，点 delete。 好，再往后面我们看啊，这个后面这个是干嘛的呢？这个是提取音乐啊，提取音乐这个功能特别好用。因为有一些音乐呢，我们官方里面给的这个音乐啊，有的我们不喜欢，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偶尔在刷到这个，在刷这个 TikTok 的时候，有一些音乐就特别好听，哎，你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对吧？你不知道它叫什么，然后怎么办？我们可以把那个视频下载下来啊，下载下来，然后呢，进来之后点击这个提取音乐，就我们第三个这个功能啊，第三个这个功能 ，ADO 里面第三个功能，哎，对，我们找一个啊，比如我提取一个刚才的那个。随便找一个啊，哎，比如这个吧，我们听一下什么样子啊？这个我们点好之后，点底下这个 import sound online， 就是仅仅导入你的这个音频，我们点一下，看它是不是就会提取出来我们的这个刚才那个视频里面的音频，对吧？让我们看看同一画面不同叫，大家看一下，因为这里面没有音乐啊，没有歌。所以我们就是告诉大家怎么去提取，比如我们再找一个，比如随便再来个这个吧。好，然后点击 import sound only 啊，看它这个就是刚才那个视频里面的音频。啥叫面部清洁死角？如果那里面是音乐的话，对吧？如果是里面是音乐的话，我们的音乐就会铺到我们的底下啊。然后再往后走，这个是干嘛的啊？这个就相当于它能和那个就是我们刚变声的那个结合起来。比如说你看啊，我们录了一段视频，对吧？然后我给大家录一下啊，我们需要长按，对，长按住，然后 Hello 大家好，今天的天气很好。好，我们点击对勾，这个就相当于你给这个视频配了一段这样子的一个话啊，配了一段话。大家如果平时也喜欢这种形式的话，就可以拍一段视频，对吧？然后在这里面进行录制，录制就是点击这个啊，然后长按，一定要长按住啊，一定要长按住，然后就和咱们微信说话一样，不说的咱们就松开，对吧？它就会发送出去啊，很简单，我们听一下，长按，对，长按住，然后 Hello 大家好，然后呢，我们再点击一下，我们进来这个我们录好了，对吧？它的功能强大的功能体现在哪啊？我们再点击一下这个，看它又出来我们相关的这个音频里面所有的功能，看，比如说音量的大小的调整，长按。对，看，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是干嘛的啊？这个fade 对吧？这是干嘛的？这就是看，就渐渐的渐入渐出的这个效果啊。我们试一下，对，长按，对，长按住，对，长按，对，长按，大家看啊，对，长，可以看到这个我的这个轨道上，能看到和个这个紫这个波状的这样的东西吗？这个相当于它跟你已经做好了啊，咱们刚才设定好了 fade， 你看，同样都是1.3秒，对吧？它大家听啊。长按，对，长按住，然后 Hello 大家好，今天的天气看好，就很明显的是不是就是慢慢的哎起声音，然后的到最后慢慢的结束，这样呢我们在做这个放音乐的时候，就要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放音乐的时候我们加一个淡入淡出，是不是这种感觉就是不是一点开你的视频就特别燥，对吧？上来就是那个音乐，感觉给人的这个听觉很不舒服，所以我们带就是人嘛。很喜欢那种哎，慢慢的，慢慢的就是，这个声音进来，对吧？我们听一下啊，长按，
对，长按住，然后 Hello 大家，我从这里来吧，这里听的不是特别明显啊，来我们听一下，然后 Hello 大家好，今天的天气很好，对吧？这要是一首歌的话，就是唱前面唱的时候，慢慢的哎起来，声音起来，然后正常的音乐播放，到最后慢慢的收尾，是吧？这样显得不是那么的特别违和，对吧？不是特别违和啊。好，这个是我们这个音频里面的一些功能啊。大家记住，就是我们在选一个这个，比如我们的音频啊，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点开音频，它不只是这四个，大家要记住，我们这只是选相当于，哎，我选择了你这个，比如，哎，我选择了你家这家饭店，对吧？你这家饭店我进来，我还要吃你这里面的特色菜，哎，就是这么个意思啊。看，先选了它的饭店，对吧？哎，丢，选中了。哎，你这四个功能是吧，是基本的四种，比如说辣的不辣的，对吧？就这个意思啊，给大家说的明白一点。然后呢我们再去点击一下这个音轨，哎，出现白色的框，选中之后，看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是吧，这样子的这个功能。这大家发现没，这几个功能都给大家讲过啊，都给大家讲过，调音的，对吧？调音量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淡入淡出的，对吧？ Split 是分割的，这个是变声的，大家听啊，应用一下。然后 ，Hello， 大家好，今天的天气很好，哎，对，是吧？你看，这就能运用起来了。Delete 删除，然后 Speed 这个是速度的调整。Hello， 大家好，调一下你的语速，对吧？啊，再往后看啊 ，Copy 这个一样的啊，这个刚才都讲过了，看，完全的复制两段一样的这个声音，对吧？然后刚才大家是不是还看到一个这个？最后一个是干啥的啊？这个是打点，这个一般咱们不用啊，这是打点的一个视频，给我看，让它的音乐播放。然后 ，Hello， 大家好，这个其实就是说，有的人喜欢那种动感性特别强的啊，特别强的这样子的功能。然后呢，它这个功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它这个能干嘛？来，我找一段音乐给大家看一下啊，它这个能干嘛？哎，特别神奇啊！如果大家来要做那种哎快闪的视频，应该知道快闪视频吧？就是，动作特别快，不是动作特别快，就是它这个，视频和视频之间转化的特别快，那种炫酷点的视频，哎，给大家找一个啊，找个音乐，我们选一首，来，有这个放进来，对吧？然后我点击，这个音频，我找见这个，我们先找见这个音频，对吧？看是不是这个卡点，是吧？然后我们来听，我们一边放一边打点啊。大家看，有没有感觉就是我在那个鼓点上，我在鼓点上给他点的这个点，看出来之后，它就会有这样黄色的小点点，能干什么啊？比如说在黄色的这一步，这个点是吧？就是我们卡的一个点，我分割开来，然后中间加这样的特效。或者是以这个运镜的特效，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两个视频，这个是没说到，就两个视频和两个视频有这样子这个分割处，有个白色的小方框，这个呢就是视频过渡的一个这些功能啊，视频过渡的这些功能，大家看一下，点这个小白框进来之后呢，大家看一下，这就是视频和视频过渡的这样子的效果。是吧，前一个视频和后一个视频中间过渡，哎，有个闪黑，对吧？这个大家应该经常见到，大家可以，哎，可以找到吗？你们 Hello 可以找到吗？ Hello 可以，哎，可以是吗？你们是不是也在点呀，对吧？来，对，这个就是大家看啊，是吧，咱们根据这个小黄点底下的黄点，我们就可以在这儿卡位置，哎，比如这个位置我们在这，当然可以放照片，可以做这种电子相册，对吧？电子相册，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底下的小黄点，我们来调整这个照片的时长，照片的长度，对吧？大家想一下，是不是做出来的效果特别好，就是跟着这个点走了，比如到这个黄点，哎，换一张照片，到这个黄点换一张照片，加一些这个特效是吧，到这个地方再换一张是吧，很清楚吧，底下这个小黄点啊，这是打点的一个功能，根据这个点的位置来放你这个比如这两个点之间就放一张照片，
是吧？很方便啊。好，42，大家就是给大家讲了两个这个最基础的啊，一个 edit 是剪辑，一个是这个音频，对吧？edit 音频，后面这几个完了，我们就是可能就是还需要给大家补一节课来进行这个说，但是我们还按照这个正常的流程走。下节课我们讲这个 text 啊。哎，朋友们，怎么是有人进来了吗？好，这个就是这两个基本的功能啊，基本的功能。然后呢，这个后面的这个再给大家讲一下吧，这个给大家讲了啊。这个 text 的就是加一些文本，来我们看一下。先点击这个 text 啊，进来是这样子一个界面。第一个呢是新建文本，后面的这个是加一个贴纸，给大家先看这个新建文本。比如我们打一个啊 ，hello， 对吧？好，然后呢，我们这里完了之后，我们先别点这个对勾，我们往后看。哎 ，style 对吧？它有各种各样的这样子的，很多字体啊，是吧？有很多给我们官方提供的字体，是吧？字体，各种各样的啊，大家可以选。然后这里选好字体，然后可以放大。同样的啊，都是一样的。这里面的功能，但凡是涉及到放大的啊，两个手指头把它放大就可以了，啊，放大就可以了，对吧？然后一个手指头可以调位置啊，可以调位置，然后呢再往下走，可以看到它有各种各样的这样是吧？这个我就不一个一个去介绍了啊，这个就是根据大家喜好去选择就可以了，是吧？这个是自定义的啊，我们去选是吧？自己的颜色各种各样。好，再往后走，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官方给的这样子，是吧？字体的一个模板了啊，这是一种模板。再往后看。这是我们它加一个贴纸，对，可以看到吧，各种各样的这贴纸的这样子的啊。好，再往后是 animation， 对吧？这个 animation， 啥意思呢？这个也属于一种这个动画啊。什么动画呢？就是我们这个字儿出来的这个动画。我给大家看一个啊，选一个最左边的，然后时长拉长点，稍短点，看，再看这个啊。比如我们一首歌，我们就可以加这个，对吧？是不是？你看，这俩字儿比较少啊，多打几个字它就会跳。你看，是吧？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字体的这样子的动画，是吧？很好看，很方便啊。大家底下这个就可以选，这个是干嘛的啊？我划的这个地方是干嘛的？就是，调你这个同样的啊，这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包括之前咱们讲的那个 animation 也是一样的。它底下这条线呢，就是在，跟你说你这个动画的时长对吧，延长，比如咱们弄一秒，咱们这个它这个动画就是一秒，然后结束，出现到结束用了一秒，就这个意思啊。然后这里出来之后可以看到，是吧？我们这个是我们的文本框，然后呢文本框也是可以调这个长度的啊，在这个音在它自己的这个轨道里面可以调长度。你看比如调这么长，我们看一下啊，可以调位置，这个我就不过多说了啊，一个手长摁，然后就可以调位置啊。然后我们看，到这完了吧？我们还可以添加这个各种各样的话，比如说你好，对吧？然后点击对勾，你看，然后再点击一下，我们进来还可以选这个，它的这个样子啊。你看，比如这个，是吧？这个我们分好类了，我们可以选呀。我们还可以选其他的这样子的这个字体，对吧？荔枝的。然后选一个颜色，哎，我们再加，可以加这样子的这个动态的效果。我加这个，大家看一下啊。是吧？再加这种各种的这样子的效果啊。然后再返回来，这儿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看，出来是不是只能看到这个视频轨道上有两个橙黄色的线，对吧？有两个橙黄色的线啊。这个线就是告诉你，它只是在告诉你说，哎，你这个位置上可能加了这么一个这样子的效果或者是文本，怎么去找呢？同样的啊，我们去找我们的大的那个框架，这属于我们的这个小细化出来的，对吧？我们要去找，怎么找呢？我们当然呢，我们刚才是不是点的这个文本，对吧？我要去找文本，肯定我得选这个 text， 对吧？因为它在这边包含着呢，点一下是不是就出来了？我们可以删除，也可以去移位置啊，都可以。好，
然后呢，我们 tag 里面还有个什么？这个是我们的贴纸啊，这个也很简单，贴纸，放一些你喜欢的图案，对吧？又给大家放一下这个烟花吧，大家看32也没有烟花，去放炮，我们选一下啊，有这个烟花，哎，好，然后呢，选好之后，同样的两个手可以放大，一个手可以去换位置，对吧？然后底下呢，这个轨道上我们可以调长度。它持续的长度，比如我让它这个视频都有，我们看啊，对吧？来，我们来拍照，可以调调长度啊。好，这是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这个贴纸，看里面有很多啊，有很多，还有狗狗的，是吧？有猫的，这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是吧，你看是吧，各种各样的啊。好，然后呢，我们这个最前面可以加这个照片当做我们的这个我找一个啊，你找一张照片当做我们的贴纸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哎，对吧？把照片放在我们的这个视频里面也可以，当然了也可以，这是属于动态结合，对吧？你看后面是动的，我们的贴纸是静的，对吧？然后我们放回去再看一下，是吧？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是不是它所有的这个加的东西都在我们的这个视频轨道正上方有这样子的线？比如我加贴纸去了 ，stickers 对吧？它 stickers 它也是分割出来一个这个详细的啊，也可以在 text 里面找，对吧？也可以点这个，是吧？右边的这个贴纸一样的啊，一样的道理。是吧？好，我们讲到这个贴纸啊，讲到贴纸完了，然后下节课，这节课我们时间估计不够了，然后，我们有这个，大家可以看往后看啊，还有这个 overlay 对吧？这画中画，刚才给大家强调过，我说有一个功能，我讲到画中画的时候要给大家强调，对吧？后面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半节课就可以讲完啊，后面的这个功能，我们下节课半节课就可以讲完。然后呢，我们就是用一些实际性的照片，或者是，照片或者是这样的这个视频，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这个功能性按键的一些应用，好不好？再给带着大家过一遍，我们去实际操作一下啊。到目前为止有其他的问题吗？还就是这四个功能，剪辑、音频，还有这个文案、文本添加，还有这个贴纸，有吗？还有其他的问题吗？Hello，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没有。是不是很简单？就是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啊？就是我刚开始用这个软件也是找不到，你知道吧？一开始找不到这些我添加的，我找不见。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咱们这个添加的地方去找啊，然后再进行相对应的操作。你不管是删除也好，还是移动位置也好，对吧？再进行一个其他的操作去啊。那其他人呢？没有问题，那么咱这节课就到这儿。然后下节课咱们把剩下的这个功能介绍完，好吧？好好。然后我们剪一些，我们就开始剪视频了啊。然后我给大家发素材，大家跟着我一起剪，好不好？好的。对，就是一些这个视频魔术类的，或者是这个咱们从简单到难，行吧？咱们一起剪一遍啊，没有问题呢。咱们这节课就先到这儿了啊，先到这儿。然后有什么问题咱们群里问就好了啊。没有问题，那这节课就先到这儿了啊，咱们下节课继续。拜拜。